子滚的，前面两个轮子那就是两驱，两驱你这双气囊是吧？咱们看看你这车到底有多神，科莫，来，老表加油，喂，老表，上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喂，对，老表，差那么一点点呢、啊，你就是那个，来，本田思域啊。本田思域，秒天秒地秒空气，来，嘿，老板，前杠有点废啊，加油，上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喂，对，就差这么一点点了，老表，差一点点，上，加油，上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上上上上，好 ，OK， 成功上来，还要第二个弯吗？本田思域第二个弯了，第二个弯，第二个弯 ，Come on， 老表，加油。咦，上了哇！这技术可以啊。本田思域啊，来来来，考山考山考山，他速度快，来，加油，就差一点点了。他这不是牛，也麻烦不。秒天秒地秒空气，本田思域。喂，对。咦，老表，你这油门加着往后面退。啊，四驱冠道啊，四驱冠道。来，老表，加油！四驱的，两驱还是四驱？右边，加油！不愧是本田，不愧是轰炸。咦，老表，老表。右边，不慌啊，四驱啊，不慌啊，打外门，打外门。在这，我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两驱的冠道吗？快点，转开！你们用的打方向盘，打方向盘，打尾巴，加油！加油！这十字不搞四下架。哎，上去了！哎，右边，这是靠实力上去的啊！我上去了，老表。哎，小心！小心一点啊！哎，上了，上了！快快快快，右边，右边。老表，樱花轮胎吗？这是不是樱花轮胎？这肯定不是樱花轮胎。樱花轮胎早上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樱花轮胎早上。交叉轴，交叉轴，好，上了。可以可以，还差一辆。搞汽车也可以，乖。一把上不了啊。搞了好几把了。咦、哎，老表，你这油门加着往后面退。跷跷板了，现在跷跷板了。方向不要打了，就回直回直，不要打方向。啊！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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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关道，加油！冲啊冲啊冲啊！我们本田的蓝天技术，加油！上不了了，有点难度吧，老表。这里比乘风破可难了好多倍啊！基本上可以 pass 了啊！对，基本上可以 pass 了啊！来，冠道来了，冠道，冠道 ，come on， 你就是那个两点零 T 四驱，你必须相信自己，加油，上！对，真的这个车可以直接 pass。对呀，他这个他速度没跟上来，速度没跟上来，这个车可以上的。4.0的霸道，微差。你这4.0的霸道啊，4.0的霸道挑战这个中村坡，这一点压力没有啊，你这轻轻松松的，我的。4.0的霸道微差，你这太轻松了，我的，你挂两驱嘛，你这啊，这种车你要挂两驱。我弹成四驱的。啊，全是自己，没办法挂两驱。来，你登顶看一下。来，4.0的霸道，老表加油！哎，一把上不了。过得了，过得了。
哇，你这太轻松了，4.08道。太轻松了，老表，轻松。喂，对，这有点难度吧？美女，从哪里过来的？哇，你这么漂亮，李现。嗯。哇，喂，对，今天太热了了。哎呀，从长沙来了位美女，1789，我的美女，从哪里过来的？哇，你这么漂亮。李现，嗯，哇塞，你这是两驱的吧？应该是的吧，前面两个轮子滚的。前面两个轮子滚，那就是两驱，两驱，你这是双气囊是吧？应该是的。双气囊，喂，对，有没有信心呢？有。好，期待你精彩的表现，喂，对，加油，加油。来，两驱双气囊美女啊，挑战钟子波，加油，加油，喂，加油。哎，加油，哎、你这什么情况？你这两驱双气囊的，老。好怕，怕哪里？怕哪里？我怕旁边。怕旁边。怕旁边。那你慢一点啊。那你从正面来嘛。胆子大一点。不行。那个下一点。喂，对，老表。啊。把倒档挂上，慢点，慢点。你是挂错档了吧，还是踩错油门了？咦，太吓人了，女司机啊，太猛了。喂，对，你这是两驱双气囊，你得用力啊，老表。来来来，美女啊，第二把，喂，对，老表，加油，你得用力，美女加油，用力，用力，喂，对，美女，用力啊，美女，我的，太猛了，用力，美女，不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别爬了，别爬了，这太吓人了，咦，怎么在响？哪个造是570啊，兄弟们？哪个造是570？采风不能上采风的。我要看看，他这个皮球胎啊，我感觉上不来。来，李老板。车子呢？车子呢？来，来吧，我知道你来了。这么轻松，帮你来车，来雷克萨斯，第二个弯，咦，怎么在响？出奇迹啊，毫无压力，马力出奇迹，来了，逍客啊，日产逍客，威德，你还摆正，你要玩姿态吗？老表，到到到，听到声音就不到了，来，威德，这油门很猛啊，咦，老表，咦，两驱，兄弟们，可莫，加油，老表差一点点。逍客，日产逍客。喂，对。那还是有飞。哎呦，没，小活小活，方向打死。再来第二把。逍客第二把，逍客加油。加油，不要燃油，加油，松油门了，松，不要松油门，老表，感受怎么样？感受可以，感受可以是吧？老表，你不要松油门，好，方向打回去，打死，差那么一，来来，逍客，日产逍客第三把，威德，加油，加油，松油了。烧了烧了烧了，喂，还不行的，在这边我们讲送油的上面的。
来了，来了，老表，老表，太猛了，老表，哎。